我操！太大了吧！太离谱了吧！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艺人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抖音上或者是脸书看过有人在传大鱼时间表？那这个时间表呢，是由一个叫路亚集团的一伙人所实测出来的。我自己呢，第一次听到这游戏有粉红海豚这种东西的时候，我就想着我一定要把它干出来。于是我隔天早上8点一直钓到下午5点，中间不间断。后来我钓的频率越来越少了，我意识到想要拿干去换粉豚是行不通的，所以我就放弃了。But 前几天我来服饰店钓鱼的时候，哇塞，你知道吗？一坨人围一圈欸，然后旁边一个人大鱼上钩了，拉上来粉红海豚，那东西真的是太美丽了。然后过了一个时间点，人突然消失了一半以上。这时候一个好友跑来告诉我时间过了，然后我就去 YouTube 查粉豚时间，结果没有东西。之后我就在抖音还有脸书看到有人贴出了时间表，那我这次就是要来实测那张表上的时间是不是正确的呢？就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实测吧。我操！太大了吧！太离谱了吧！这次来钓蓝鲸，43分，白天开钓。大鱼出现了，多少有点小紧张。这时候你只要专注地盯着你的头上，然后用你的余光中去盯着你的大鱼。52分，然后快晚上了，来钓抹香鲸跟虎鲸。
以早三分钟开始钓，先累积点运气。啊A few moments later. We 们来听听他的得奖感言。我要去收金。最后，我要谢谢路亚集团的实测人员。若不是有你们的爆肝实测，也不会有这个结果。个人认为那张时间表是准确的。我只希望官方人员看到这支影片不要做更改，这是这个游戏的特点之一，也是玩家辛苦努力的结晶。这是一款自由度很高的游戏，不要让大家只局限于钓鱼这一块，这游戏还有其他很好玩的地方呢。